无要来教会咯，啊又要教啥会咯，对无？阿姐，以后你若有任何需要我斗相共的所在，爱尽量开嘴，爱我有这个机会哦，喊你一认真。你想过客气啊啦！啊对啦，阿你好，大家好过年，阿你家记得。我。你来找我时阵哦，我差点袂记住你咧，因为甲几啊年前哦，真正改变足济啦。啊，看你即摆状况，应该是过了袂歹才对啦吼。所以你应该是袂记住吼，想要看你甲思念你的人，甲你见一面才对嘛。思念我的人是啥？你是遭遇对啦，还是无经过你的同意就带因过来？阿娘，我卖叫了你啦，我先离开吼。阿娇，哎呀，哎，啊，等我，等我过冬过年哩。我们就是你的，但是就是安尼，真正是天公伯啊，保庇，保庇你当找到一个真好的查甫人。这五年，你受这么多痛苦跟折磨，今嘛终生。找到一个真幸福的归宿，阿娘我嘛放心啊。阿姨阿姐，是的啦，五年前我无讲一声就离开，害恁这么烦恼，换世界来找我，我真就不应该。哎呀，莫安尼讲啊，你这个戆囡仔，你阿娘无讲一声就走，一定有你的原因的，只是你真害，到底也不是你愿意的啊。身体的状况嘛，不是你会当控制。你哪有说因为安尼，就来离开阮呢？安尼敢对？嗯。是啊，啊是阮无迄个福气抱孙明的怪力啦。啊，不过吼，你应该爱留落来，互恁阿娘好好照顾你。我刚才想着讲，哦，你一个查某囡仔人，啊，打楼梯，真得遐尼虚弱，啊，孤孤单单伫个迁运的所在。想了就足唔甘的咧。阿姐，我无代志啊，一切拢过去啊。啦，好你家在吼，咱搁见面啦啦。啊，我唔恁阿姨吼，总算会用放心啊啦。啊，若无吼，这五年来，我唔恁阿姨吼，若是看到你爱食的物件，啊是看到吼，像做亲像你的人，甚至是听到你较早唱过的歌吼。我两个就在想讲哦，这个阿娇啊，唔知走去倒位，啊唔知即马吼过了好无，啊有平安顺遂无？阿姐、阿姨，我其实嘛就想恁的。啊，我恁阿姨吼，啊恁四处探听你的消息，阿娇讲你唔知哦会发生什么代志无啦？啊，即马看到你人平安。啊，过了遐尼啊好，啊，搁找到一个这么爱你的查甫人，我实在有足替你欢喜的。你，夜里啊困醒啊，你这是创啥啦？要哭要啼，还我嘛想要哭嘛。阿娇袂输，敢若咱的查某囝嘞啦，啊，查某囝家人，这老爸当然唔甘会想要哭啊。无才讲哦。我无安尼亲手替你行地毯。哎呦，你拢已经过去啊啦！就咱即摆欢欢喜喜吼，甲阿娇啊祝福。
结婚是喜事，啊，要过年啊！你妈呢？哦，把西老婆西提的，你死的！好啦，我尽量啦。啊，就算我即摆咧流目屎，哎，嘛是欢喜的目屎啊，对无？阿姐，阿姨，我保证，以后我袂阁做互你烦恼的代志啊。讲来讲去吼，拢是阮李家对不起你，互你吃遐尼侪苦。阿婆要来甲菩萨说多谢，阿佫感谢哦，这五年来所有帮助过你的人，替我咪来伊哦，照顾你。对，安尼以后吼，咱就不准佫再分开啊。咱一家人哦，啊，永远永远做伙，吼。啊，对啦，你讲你的先生的爸母拢无伫啊？啊，那无你甲问看卖啊，看有愿意无？过年的时阵来厝里食年夜饭，安尼好不好？多谢英玲，当然好啊，多谢阿姨。啊，你真好，过年好，来阮家围炉，咱大家好，安尼闹闹热热。对，咱好欢喜来过年。赞赞赞赞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